有什么话想对他讲吗？注意身体。你尝一下，我现在不想吃。喝点水。谢谢。喝点水。谢谢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。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。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等待一句我愿意？谢谢。你好，一博。Hello， 怎么样？打卡了吗？打卡。怎么样？感受？很开心。嗯。尝吧。是不是还挺好吃的？你做了吗？啊、哦。超好吃。就刚才在后面做的。所以你一直在医院里是负责哪一科？我是骨科的。骨科的？嗯，就是所有的护士都不分科都一起工作。嗯，我是我们医院第一批去一线的。嗯，一直在一线80多天，前几天刚刚回到家里。哦，我看皮肤都会有，现在好点了吗？会有一点点，还好，比之前还好。这本书是，是我写给你的信。我可以看看吗？这个是在疫情之间，就是回到酒店的时候，下班的时候回去写的。嗯，这是你画的吗？对，这是画的我和病人，就是给他们喂饭。我们穿着闷热的防护服，给病人喂水、喂药。冲泡奶粉，换尿不湿，虽然很苦很累，我们还是会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照顾好每一个病人。你画画还蛮好的，画的还挺好的。这个就是当时封城的时候我接到的通知，去一线上班，然后就回家整理行李。我妈妈就特别难过，我也不敢看她的眼睛，就一直埋着头整理行李。就是我们每次进隔离舱之前，就是会互相的在对方的防护服上写名字，然后只有我同事他们都知道我很喜欢你，所以我每一件衣服上都会有你的名字。谢谢。就有一次写你的名字嘛，然后忘记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去了啊，然后就一个叔叔就以为是我的名字，他就喊你一博，他就喊一博给我倒杯热水吧。我说好的。没有想到我竟然会成为别人关键时刻的力量。你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谢谢。